各位同事，大家好，安大家好，好，啊，一道走包，有，哇，爱困的，没有，啊，若要爱困，爱出声吼，我今日真欢喜这个机会，甲这么多咱将来的迄个黑熊部队的队员。就啊，大队长不提，不简单。啊，我请教各位吼，无参加咱华丽点招的人有无？有人无参加过华丽点招无？因为华丽点招的时候，我迄阵有上过一个哦，公共行政课程。有人是不是大家拢参加过？安尼哦。OK， 那拢参加过安尼，咱就应该跳较紧的啦吼。啊，佫第二个问题，既然恁有参加，啊，佫会记得我讲的，竞赛是甚物？甚物单位？伊咧办甚物？师傅，啊，咱若讲三观，立法、行政、司法。警察上的多一部分，警察上的进步，哦，所以我在提这个问题，行政跟警察有关的，警察本身就是行政单位，哦，啊，而且是事务单位，啊，你咱稍微学习一下，啊，我今日要甲各位介绍的有稍微变动嘛，吼。开始学习一般的行政的部分，行政的角色，迄个应该讲较紧的吼。啊，行政的有个偏执，啊，第四项即个咱两个性格，以后就讲起第二篇的时阵，啊，第二篇较针对各位将来的实际任务吼。我想部队的任务是啥物？较定个只来讨论，在伊大队长咧讲个，讲连食品安全也要互恁照顾个时阵哦，我惊个迄范围伤大哦，所以安全机构个特性是啥物个啊？安全机构个任务是啥物？啊，欧尚部队接管个时阵会拄到个一挂事故，大概是啥物内容？哦，简单用即个方法，甲大家做一个介绍。是，咱个会记个，我迄阵，法律点招的时阵吼，各个大家提起一个，民主社会三权分立，立法、行政、司法，对吧？啊，法律由立法机关创作，行政机关执行，啊，司法机关规制，所以。行政机关的角色是一个执行法律。啊，大家还佫会记这个问题袂？政府会使管老百姓，还袂使？袂使。啊，警察会使？警察嘛袂使。甚物原因？警察哪会袂使管？警察就是行政单位嘛，简单嘞。诶，过去就是安尼啊，所以你袂使管的。哦，会使管的是管啥？因为老百姓若有犯法，你才会使管。你是根据法律伫咧管理，毋是无理由咧甲管就对了吼。过来，咱的行政的依据吼，要执行要做任务，就是咧执行法律，所以一切即个法律就爱甲咱定啊足清楚的，看咱的工作是啥物啊，所以。应该讲依法办理，哦，啊，这个依法办理有含两个这个意思，一个是讲你咧执行法律的时阵，你家己本身袂使违法的，哦，啊，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讲你不得无法无天，你袂家己创造法律，你想要做啥就做啥，袂使，哦，因为你警察，若是警察的时阵，
经常有公权力，哦，较正啊，咱来讲着吼，所以公权力袂使乱用的，哦，有受限制的公权力，是吧？啊，行政机关这当然甲国会无一定有直接的关系啦。一般的行政机关若受到立法机关的授权，伊会使制定这个法律的执行细则，还是做裁决。刚才这个裁决跟你较有关系，就讲警察单位伫咧开超速的罚单，哦，这就是上的裁决。来，啊，这边我提个问题吼，法律无规定的，是准啊无准？准吼，对啊，这大家还会记得吼，还是咱当上课的时阵会记得吼，到时正经恁咧接任务的时阵哦，搁袂记得吼。啊，咱咧行政的编制吼，就是有中央、有地方，啊，地方州郡对吧？啊，这个中央甲地方的这权力的分配。地方自治还是中央集权？哎，行政机关分做政府机关甲事务机关，啊，警察方面应该是安全的部分，应该是咧执行法律，所以是事务单位，唔是政府机关。政府机关主要伊着爱拟定政策、研究政策，所以安全单位无律师。无需要去插着这个就对，吼、哦。当然，安全政策嘛是着按预定啦，吼、哦。有迄有详细的机关，有政府机关伫咧专门负责这款代志，是、哦、吧？啊，这个事务牵涉着人、钱、啊，哎，代志啊，甲钱对吧？吼、哦。啊，警察嘛是着爱服务老百姓啊，吼、哦。所以，咱嘛会使甲当作讲，这是警察的客户啊，哦，爱客气。啊，代志就是你办的迄个任务，啊，这个任务法律就爱甲你定啊清清楚。你会使处理什么代志，啊，什么代志袂使处理的，这拢一切就爱规定啊清清楚。啊，职业判断当然你较无一定会直接接触得到。将来你若接管一个机关的时阵，迄、那个时阵才会去牵涉到这个经费的问题啦吼。这咱拢会使安尼个调配啦。哦，反正将来讲，甲各位将来任务较切身的关系一部分。我想部队的任务是虾米？即马大概是，因为咱毋捌做过这代志。所以我也无一定有把握讲，这是纯粹，纯粹绝对哦。啊，大家，咱即摆来推想，你们接管的单位应该是安全单位，哦，甲安全有关的。啊，即摆来体制内底，安全单位有诶有穿制服诶，啊有诶无穿制服诶。大家想看卖，穿制服诶应该什么款单位？大家应该拢知嘛吼，警察。啊，即摆中华民国还有啥穿制服的？消防。海巡署，对吧？啊，无穿制服的咧？调查局嘛是会使讲的吼，无穿制服。海关嘛是会使安尼讲吼，但是海关将来有可能咱嘛着爱有一部分爱穿制服的啦，吼、哦。过来，过一单位可能大家较唔知影，即摆有人去弄总统府的，总统府是啥物人咧管？中华民国是一个特殊单位哦，国安局，或者国安局，哦，啊，国安局搁咧做啥？国安局是咧保护遐政治人物。那总统若出门的时阵，边仔遐随身护卫，
现在拢各行各业，照我所在吼，啊，这每一个国家拢无同款，伊中华民国特别少，因为古早民进党甲伊吵的时阵吼，啊，伊各行各业唔同，啊，所以迄阵尾啊，敢那互相交换条件了后，民进党温存里继续存在，啊，但是要存在的时阵就爱立法。啊，变作合法的组织，安尼才好保留起来。啊，其实真侪国家咧保护迄个政治人物，还是讲部长、总理、总统，无一定着爱搁任何设一个单位。真侪国家拢是用警察的特殊单位，警察特别挑选出来，啊，特别训练出来，诶，迄款迄落，所以人员保护。代替啊，吼、哦，咱初辈啊，用个教训，所以你将来有可能去有穿制服的单位，啊嘛有可能去无穿制服的单位，吼、哦。一般讲起来，你去的单位拢是安全机构，安全机构有啥物特色？安全机构的特色就是啥？你是咧使用公国家的。公权力，哦，这法律特别合理呢。啊，讲到白就是警察权。什么叫做警察权？大家知影哦？不是讲警察就有啊？没有错，警察才有。啊，是安怎警察有这？警察的警察权什么意思？就是讲要抓人的时阵，敢警察才会使抓。哦，其他调查机关袂使抓，所以检察官若要去审问某一个人，啊，是毋是有可能就爱抓迄个人的时阵，一定就爱抓警察。检察官无权利通抓人，所以警察有警察权，这个就是咧私刑公权力。所以在伊大队长伫咧，甲大家警告，哦，爱守法，袂使乱来，就是伫遮。因为恁若乱来，就牵涉到这个公权力，哦，会损害到迄个公权力。过来，安全机构是法律稳准唯一稳准的。实行公权力的时阵，会使查无去，所以你讲无同款。所以咱普通民间的迄个保全，伊会使做安全的工作，无唔对，但是伊袂使查无去。哦，啊咧运钞车的遐，因遐应该讲嘛是毋是查无去，伊是查迄落啥物电子棒啦，还是啥物？什么胡椒粉啊，还是迄落，会互惊的啦吼，啊，排到咱规身躯啊，吼，看到的，走位啊，啊，其实伊袂使夜巡，哦，唯一会使夜巡的，就是有公权力授权，啊，执行公权力的时阵，恁会使用武力，啊，有普通有公权力的其他的单位。因咧实行公权力的时阵，然后检察官，吼、哦，伊咧审问嫌疑犯的时阵，伊袂使用武器，哦，这是上大的差别，对吧？过来，安全机构的任务是啥？维护公共安全，啊个秩序，哦，这。差不多无需要解释，大家应该拢会当了解。啊，下面我是公共安全，当然范围足宽，哦，什么代志拢会牵到公共安全。所以，变成中国话讲，警察是保姆，这嘛有理啊，哦，就当拢得爱插。
所以说当作一种的保姆没有错。啊，一般咱所了解，监督甲管理沟通，啊，这嘛是一个安全单位爱负责。过来，罪犯的追踪，哦，犯罪的人，你就要去甲你去甲抓，这安全单位爱做，不是别人爱做，对。过来预防意外的发生，这嘛是跟安全有关的，避免发生安全案件，这就是预防的工作。啊，这你拢啊，记起起来是嘛？等于什么？哦，这是我推大家拢归纳出来，这个叫做等于保护百姓的义务。重点在后边，义务，这是恁的义务，不是恁的权利哦。恁有伊的义务，保护百姓。所以各位将来去接管一个安全单位的时候，从这个观念就要贯彻到你的单位里面。咱是为着要保护百姓的安全，所以执行任务，不是为着要管警察，要管老百姓，要出风头，还是要表现咱的迄个权威？不是，咱有义务保护百姓安全。哦，所以百姓若危险的时阵，讲较严重，甚至恁着牺牲恁家己的安全去保护老百姓。哦，不是讲恁本身啦，吼，迄个恁服务的单位。就爱有这款的观念和精神。啊，我想部队将来去接管，会拄到的事故是差不多偌侪？咱来看卖，这久久一般，我这回伫个花莲电早的时阵就讲的，接管的任务。咱是要做监督、控制，啊个察觉，唔是要叫你家己去执行业务还是事务，哦，你去一个单位爱做这三项工作，啊，即摆实际应用的乌龙部队的时阵，你监督的事务是啥？监督接管机关的组织，你接管的迄个组织。你就爱甲做，伊这个组织的行政阵容规划了好啊歹，哦，有一好好啊规划无？哦，我顶回咧讲的讲，这个好的阵容是啥？就是欢爱部门分工合作，啊，伫咧分层负责，啊来用个。分工合作两面，啊，第二分层负责各两面，啊，来整个行政团队这个阵容应该真好。啊，你的遐部署是不是自动自发？哦，还是像我敢那家里，我着爱拢甲丢，啊，时间到啊，哎，即摆迄落上班时间。就要去顾十字路口，哦，那就爱去去啊，甲花的时阵，安尼迄款警察，迄就爱走来甲换。伊若袂晓家己去处理伊的迄个交通的任务，哦。啊，当然，你接管的单位，嘛有这个变预算的问题，哦。啊，你做监督的是，监督的是。那个监督讲，这因的预算是不是有根据法律的规定在变？哦，
我们所属的管安，啊，恁爱做的任务是啥？啊，就变适当的预算。再来，针对接管单位的任务，恁接管的迄个单位，伊的任务是啥样的时阵，恁来考虑下，就是。也是以前讲的迄个原则。执行任务的时阵，是毋是根据法律伫咧执行？哦，还是偏离法律？法律无规定的，你无必要去执行，也不应该去执行。啊，法律叫你做啥？啊，拄啊，迄个金融队长咪讲个，啊，伊就听大队长的话就好啊。啊，大队长去执行命令就好，对吧？啊，那不是大队长讲的，你袂使去做，哦，自己不要自作聪明，对吧？超越法律，啊，当然咱受过法律的训练的人，爱注重，爱去遵守咱的法律，哦，站在法律的立场，啊，咱的法律是啥？日属美战，对吧？那是咱的国际地位啊！过来，大家开始咧爱讲啊！嗯，第二样是啊，占领不得依然主权啊！范伟杰啊，啊，阿联邦政府。不得进入啊！哦，啊，应用的恁的工作的时阵，要来讲，占领不得一段主权。啊，那因为占领，啊，主权被移转的时阵，当然对恁来讲，那就是袂使的一代志。哦，所以那是牵涉到这项将来。您接管的单位要做的代志，可能影响真济啦，吼、哦。目前，是玩弄违法的占领，太侪太侪啦，而且咱转型正义以后，一项一项拢会讲，提出来处理，吼、哦，啊，有这个必要。啊，过来，流亡政府不得再就地流亡。啊，意思就，中华民国就要离开啊！啊，不但中华民国要离开，中华民国制度嘛就要离开，中华民国的思想嘛就要离开，哦。所以，将来各位，恁的单位，哪个有这款残留毒素，一定就要个摆平，哦。啊，你们要怎摆平？您安怎有法做人家摆渡？就是因为您会当控制临时官甲财务官，对吧？啊，这两项控制掉，所以伫咧必要的时阵，各位会使甲做人员啊甲经费裁决，安尼着。以上。我想会到的，可能恁即阵爱接的任务，爱注意的，应该是安尼。啊，毋知各位还阁有啥物问题？伫咧咱进入较细节的讨论的时阵，安尼恁有了解，将来恁的任务大概是啥物范围？哦，来，咱来讲，接管单位的任务，爱依法执行任务的时阵爱依法，啊，当然嘛就爱违背时事实，啊，这是咱的口号。
啊，若应用的够伊的身上的时阵，日常的怎样？哦，我的第二个问题啊，交通，台湾的交通，大家感觉安怎？无好，乱，有人讲，吼、哦，啊是安怎？中华民国敢是有交通规则？啊规则，哦写到一本足大本诶，我看啊嘛，读到流沙沙，吼、哦，啊是安怎啊？所以你将来若去？接管一个建设机关，啊，这是恁的问题啊。你敢讲乱，无，阿爸讲，你无继续开啊安尼，还是要改善？阿爸怎改善？要怎改善？啊？好。所以大家了解是不是？啊，我以实老百姓的一个想法，是安怎有法律交通规则？啊，结果在咱台湾的这个交通，会违反交通规则，会遐尼乱？各位，那习惯了，可能袂发现。有问题，啊！其实我看咱在座大家拢犯这个错误。伫咧台湾为何直走的人就爱等左转的人？这个不是交通规则，这不是嘛？但是实际上就是安尼哦，对。哦，各位若家己伫咧要左转的时阵，你是比较好。你是不是都大家都在抢先，对不对？啊，但是咱明知知啊，咱无先行权，左转的人没有先行权，啊，为什么会这样？台湾在哪里？哦，咱有去日本，你看东京迄条交通，十字路口，你有甲看到异交无？有一个交通警察徛伫遐，无啊！啊，台湾毋是干呐台北市尔，小乡镇的迄十字路口，上下班拢着爱徛一交警察，为何？我早就观众顶来，大家了解。我咧德国吼。看到迄啰两班船三粒星哦，早时啊透早七点外，带一群幼稚园的小朋友在行回路，在过世交通，给遐幼稚园的小朋友，啊甚至教伊讲要安怎行去十字路，哦，啊就爱做手势嘛。因为这交通规则哦，就爱对细汉开始培养，当然是跟教育有关的啦，哦。啊，将来各位，肯采取这个方法吗？啊，无你要安怎改咱台湾的交通？对。咱提这个问题，就是听我讨论来足多，哦，啊，我挑是提这个，当然是较普遍的，大家拢有赛车，大家拢有个经验。啊，讲较歹听讲，教大家要安怎去解研究这个问题，啊去解决这个问题。将来恁拄到其他的问题，同款用这种模式，拢会使处理。哦，啊，但还佫一个问题。我发现可能
有可能就爱对外国转来了哦，才会发现讲，哎，台湾跟外国无同款的所在伫倒，哦，啊，迄个问题才会凸显出来，哦，比如讲，我发现台湾至少吼，伫北部，差不多袂当看到单行道。哦，台湾的都市有单行道偌济，真罕嘞，就是细条巷啊，嘛是两边拢会使通车，啊有需要安尼吗？哦，你安尼交通就乱嘛，你这巷啊，干一只车会当过尔，啊你两边拢会通行，啊若拄拄啊两只车挤得着吗？还是怎样啊？这交通的问题都是咱人做出来，对吧？哦，所以交通警察，那就要去考虑，要安怎改善咱的交通的设施，甚至道路的规划，哦，都市计划的时阵，应该就要请警察单位去参加。这条路要安怎开，对吧？才会让交通较流通，警察就要去参加。啊，无遐画图的画落去到时，我咧台湾西遮吼，上头疼就是迄落安尼，毋是正规的十字路口，哦，三角形的啦吼，啊有当时啊几大条通的，哦，啊市场顶毋知要看多一个，啥毋知啊，哦。啊，拢着爱计程车教讲，哦，咱若要行这个方向，着爱看这个指引灯。所以这拢咱台湾交通的问题。哦，啊，佫一个上严重的斑马线，啊，交通规则讲斑马线有斑马线的权威，啊，结果即嘛斑马线是啥？汽车的权威，行人就要等汽车过，伊才敢过，对无？哎，这全世界无的呢，有啦，有几个国家有啦，哦，意大利，若有人去罗马的时阵哦，有可能会拄到这情形，哦，罗马就是安尼，那迄个人行道的迄个红绿灯哦。红灯，看到红灯站起来，站着的无过马路的、马路的人，拢是外国人。因本国人哦，拢是只供参考，哦，伊红灯嘛照常行过。有啦，意大利有即款现象，但是这毋是好的现象，对吧？是为什么咱爱去违迄个斑马线？就是为着行路的人的安全，你若行斑马线，车就爱甲你尊重，所以咱才违迄个斑马线。啊，结果即马违斑马线，有受人尊重无？哎呀，那无，警察的责任，我来看。你在那里没有执行严格的交通规则。所以說倒回來，現在的交通警察，他們的薪水都不領，如果站在我的立場看，因為怎麼台灣的交通讓他亂到如此差，他們還有政策的無嘛，從來各位是不是就要打這個打、哦、交通問題八但是安全单位爱做的代志是啥？依法，交通法律定安怎，你就照安尼去执行。行人过斑马线，优先，车你一定爱挡的。啊，若无就爱改迄个法律啦。
对吧？咱既然有迄个法律，就爱照安尼做，迄是恁的任务，恁将来就爱安尼要求。哦，这些是为民设想。所以咱提一寡口号，看起敢八股，但是意义足深的。啊，大家嘛随时拢会记得这，啊，做代志的时想起这，啊，一切就 OK。哦，啊，过来，好。各位兄弟姐妹，咱台湾的迄个一部分队，敢讲警察了啊？有无？各位有啥物问题？那下当坐咱讨论哪好时间？因为刚刚我有其他，我的话我也不准说啊。哇，哦，不谈啊，你哦，哇，你若是议员，你免去拉吗？对啊，对不对？开心在关说，啊，讲我叫议员，改叫用讲，对不对？哦，啊，所以将来各位，啊，安怎？红单若是开了掉，当然就爱拉，爱进。哦，欸，我到这个位置喏，连部长都爱落单的。你家己你个，大家家己才讲啊。伊讲总理在叫啊，我马上就爱去总理府啊。哎，就叫伊个司机讲你塞下去，啊，结果叫警察个动起来，交通警察照常超速，开黄灯。在部长讲，这件我拿，因为我叫你塞，啊，没有错。啊，部长嘛是照常就爱去遵守交通规则，何况什么议员，还是什么民意代表，对吧？啊，各位，将来这个。作风，哦，要安怎克服这款中国澳门嘛？大家就要开始准备，哦。啊，你即摆嘛应该开始，既然有了解，将来有可能，恁要接的单位还是恁要接的任务是啥？啊，根据家己的趣味。家己即卖就用去上网，还是收集资料。这个单位即卖咧从样个？哦，啊，伊个组织是安怎？因为将来这组织你要走啊，对吧？啊，有啥物款？特殊个所在，你即卖就用去开始多了解。我那听秘书长的口气，时间无偌久啊，大家来赶紧准备，哦。啊，当然，即阵等于讲中华民国宪兵无啊，哦。啊，咱是日苏美战，所以咱无军队，将来台湾社会会安定、安全。靠国币的，我们责任真大，哦。但是这嘛是真有趣味的挑战，敢不是？啊？恁大家拢有这个机会来改变台湾的这社会，哦。啊，恁卖个想法真大，刚我拄仔讲，刚刚迄个斑马线，
的管理你有法度让它创作出来，这样就好。这老百姓看得到，哎，无同款，甲因面无同，吼、哦，怎啦？比如妈妈带小孩子，行过斑马线，听讲安尼慢慢啊行，啊阿公阿妈听讲倒阿神，请到一张遐等伊。哎，咱的百姓讲袂晓看啊，这就是上好的证据啊！无同款的所在就是伫遮。咱有规矩的社会，正常的社会就是安。哦，啊，咱的交通若会当安尼，咱就加甲先进的国家比较啊，对不对？你比有人来嘛是同款啊，对。多一个的人来，你嘛同款啊？是不是伊嘛有闲的跟咱学呀？哦，啊，交通问题啊，够无？我跟咱问题足侪哦，啊，这个问题，我看咱用啊足凄惨的。在中华民国的警察，伊若使路的，伊迄个市的红的电力拢踮迄个立光，迄足国际规定吼，是伊有咧执行任务的时阵哦。哎，若咧塞普通赛车，甲司法民警同款啊，甲咱同款啊，伊哪会使开迄、那个？开迄个意思就是讲，咱着爱让伊的路呢，毋则着爱开迄、那个。啊！台湾的警察哪会咧用迄个中华民国咧驾驶哦？因会使安尼，对吧？这直管嘛，交通法都无这个法律落去哦，对吗？交通的法律内底找无这条，讲警察若车若驶路顶，伊就开始用的啊，迄拢应该伊变的啊，对。啊，这即摆习惯变安怎？变了解，吼、哦，大家呾研究，这就爱了解，这毋是先进国家的一个现象。啊，搁有无？开始拢全面挂在体面啊，哎、欸？交通方面，咱等下来讨论交通。但咱交通啊，不一样。哦，那就算是，对吧？啊，这个的各谈什么对象呢？谈到这个普遍问题，就是经过交通的那个问题对象。基本上是因为大家注意讲喝酒肇事。所以警察才出来咧测酒，啊，来过一段时间呢，你搁袂记啦，对不对？哦，啊，即摆无出来咧测，伊个测酒肇事，迄交通警察咧做啥？即摆出来咧测酒肇事个，即摆若无测个时阵，伊伫从啥？恁知无？一个办公室敲卡恁退休。咁样，咁未使，未使啊，对吧？所以是安怎？这就是公布这个问题，你讲交通警察，你的责任，监督管理交通，唔是干那上下班你才去徛咧，十字路口。平常时，你嘛着爱注意讲，你的辖区内底的交通安怎？哦，啊，讲到这，搁我想着，恁桥倒来人，有偌济人桥倒来？举手，大部分拢无嘛吼。我感觉台湾桥倒来比赛车较紧嘞，
是安尼，你家己有迄信心，啊？哦，啊，伫一个都市内底，公路顶头时速限制偌济？四十。啊，你桥头尾拢桥偌济？啊，交通警察在哪裡？是怎麼你怎麼會這樣騎？沒交通警察嘛，沒人要跟你抓嘛，所以你才敢騎較緊，對不對？啊，如果交通警察平常時因為在跟你抓的時候，大家敢有？喔，因為在抓地鋼塊沒安全帽的時候，抓得很慢，要大家習慣了，所以安全帽要戴。所以这就是直接对什么问题，就是说警察不是要为着麻烦老百姓，所以你在抓你敲诉，警察应该要去研究说为什么我们那个都市里面去给你限制40公里的时速，那不要限制50，不要限制60，哦，因为你若50、60的时候，迄阵的危险性是啥？就爱去研究一下，爱去了解，啊，才说服老百姓知影。好，限制40，不是讲阮警察特别甘愿欢喜的，这是为了大家的安全，对吧？那用这个方法去说服大家。说明给大家听，是不是大家就会较容易接受，啊，较容易照安去做，哦，所以不是拢硬性规定啊就好，要规定以前，咱就要先了解较足清楚，是安怎那要规定啊？啊！若规定安尼，你无法当执行的时阵，安尼你白规定的，对。我讲到这個，搁好想着，咱台湾到处，拢路边拢甲你围红线，逐条路拢嘛围红线，无需要的伊嘛咧围红线，啊明明就无地停车，伊还甲你围红线，啊结果呢，大家嘛照停，因为啥？无人来处罚，啊是讲警察唔敢处罚来着，所以即嘛问题，看到着执法的问题啊，无修法，法都有迄个规定，啊你无去照安尼做，所以将来用个讲，安尼你警察就爱处罚，啊处罚你警察，你本身没有守法，对吧？啊若讲。想计有问题，咱就来研究，遮是毋是有必要围红线？哦，刚刚我拄仔讲的，是单行道，甚至大条街，大家若有出国的时阵，可能会去看到外国，包括真侪迄款迄落大都市内底拢有迄落徒步区，车袂使入去的。啊，车袂使你去遐商店要安怎？因要卖物件要安怎搬去啊？车袂当你去啊？因敢家己拢家己搬，搬啊，其实毋是啊。车袂当你去，是普通时啊。因拢规定暗时啊，哦，你要送货，要搬货，几点到几点？你就会使，车会使使。哦，迄阵人较少，对无？我要修理路，嘛是同款，尽量利用暗时的时间，较袂去妨碍着交通，对无？所以这拢是日常的问题。哦，啊，咱每一个人拢知影问题，啊是为安怎伫咧中华民国的制度之下？就这样改善。
将来咱若接进去时阵，咱若无继续安尼落，安尼咱感觉袂感觉咱坚强，咱哪有迄个权利去共接进来？甲中国共款烂，对无？所以将来咱若接到接管，一定要爱改善，啊，特别着爱做啊，互老百姓看会出，讲咱开始无共款，哦，才有法度得到百姓的信心，哦，啊，希望各位充实家己，加强家己的知识。较勇敢，啊，负责，应该爱负责的责任，哦，啊，随时为百姓设想，祝各位成功，多谢。